大事不妙了，放纵了一个是关羽啊，还喝酒喝到全是脸红的。什么？大哥，吕布官偷袭了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吕布那家伙，我才一眼没看见，他就突然发起了袭击，竟然在翼德的面前发动袭击，真是胆大包天！翼德，你身上怎么有酒气？难道？我就喝了一点儿。 有人送酒来慰劳，所以我就……你肯定是直接醉倒了吧？兄长叮嘱过你，要有分寸吧。嗯，是我不好。算了，云长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再指责也无济于事。兄长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尽快返回城内。还是有巨石。啊，确实。 徐州是陶谦大人托付给我们的重要领地，绝不能交给吕布。这么多关，打一波。 我要从吕布手中夺回下邳城内，请大家助我一臂之力，首先应该攻入下邳城内，击败闭门守城的敌将。来偷袭！哎，这边已经一堆了，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 怎么会这样？我竟被吕布军给包围了！敌军人数众多，两人之力根本无法阻止。那要是援军能来，哎呀，该死！不知道该怎么。冲啊！ 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突破我们的包围，这就是刘备军的真正力量啊！敌将，你被我击败，战争，这么好啊！ 哥果然厉害，不知大意，绝不动摇。干得漂亮，林长。干仗，干仗，我错看了刘备军的实力，算了。 只能，我断哦，要连断成别烂的。连断车的一直连断，哦，这是。哇，这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。 不让！敌将，你被我击败，真是厉害啊！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！看招！竟然会输！明明数量上是我们占优啊！哦！ 我们守住了彭城，成功战胜了吕布军。我关云长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哦，太厉害了！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面对吕布军的强大气势，我们根本无法抵抗。我真是无颜面去见各位了。
米珠大人，您没事就好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摆脱困境。 我有，谢谢您。贼华丽啊！我有啊，真是的，又是分类。 黑色上面，我有剑，谢铁匠。哎，你怎么都是打中？你好。 欢迎光临。哇，我不知道我有哪些珠子。神兽技我好像没有，还有一个降星护符，一点也没有。 OK。 要来看珠子，风没有，然后还来一颗风。哎，不知大意，绝不动摇。闪开！又按错，真是哦。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旋风珠来一颗。OK， 都有了。感谢惠顾。真是太感。都来这边。 又跑了过去，又不能是你，他妈的！还好啊，反而开始变强了。帮他们。
是我啊，又在业配。飞着。哎，没有打到哦。下一关是这个都在里面，接手的英姿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看招！看招！我们就尽情挣扎去吧。现在再赶赴下劈，也是毫无意义。遇到下劈也是无济于事，反正你们肯定。下一关是这个小配就也不知道。我关云长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哎呀呀，虽然和平时一样，但真是厉害呀。这边偷打，徐州已经是吕布大人的了，快识相点，交出地盘。谁要送给吕布那种人呢？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阵地。前进，前进！让敌人领教一下我军有多强大吧。
太厉害了，这让人大开眼界呀、啊！气势，任谁也无法阻挡。哟，暗招！哎呀，快要一身连级了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，撑不到一百啊！25，不要低啊那！哎，这个也算了，好，这个。招！12，98，7个啊，一个连击啊，爽！招！耶！平时一样，但真是厉害。他们两个敌人都不见了，我把你灭了。OK， 居然还做无谓的抵抗，再怎么抵抗也无法夺回下邳。哦，快翻天斩了！我关云长只会为了击破张辽，都在附近。OK。那先打张辽好了。贯彻仁义而前进。哦，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。第三次对张辽。上这条路，休想靠近下邳城！快斩吧！张文远会全力以赴！看招！看招！看招！什么？我的武艺就会输给别跑路了。敌将已被我击败，我关云长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干得好啊，二哥果然厉害。干得漂亮，云长。
没装备啊。哎，真的买了没装备在干什么？高顺在哪里？这我高顺，真是不知死活。那好，一决雌雄吧！三千斩呐！哦，竟然亲眼见到了真正的三国无双，不枉我活了这么多年呐！根本无法得罪士兵，又会陷入混乱。乐观云长，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虽然和平时一样，但真是厉害。照刚张鸟的说法，这个有长大了。军已经来到这里了呀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啊，但是一切都太迟了，下邳属于父亲，这就击退你们。果然战败。你主播在哪里啊？被杀了。看招，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看招！看招！想和我比试，真是太可笑了！就让我张玄高来做你的对手。有备跟装备已经在这边等了。看招！看招！我失手了，要是没了我，队伍就会陷入混乱。报关云长，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啊，你力气又怎么大将？干得好啊，二哥果然厉害。太辛苦了，我的大哥。现在都打完了吧？对，都打完了。盾剑，看招！那个张飞先杀。看招！看招！真是实力惊人。暂且撤退，敌将已被我击败。就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防守。到时候会不会出现比武？闪开！看招！看招！OK， 还行吧。真是厉害啊！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空间吧。不给我开门嘞！你竟然让敌军攻入了城内。父亲，请你原谅我。只剩下吕布那家伙了，他跑到哪里去了？不给我开门，诡异。刘备，你现在回来已经晚了。
这徐州城已经归我所有了。吕布，你这厮竟然对大哥恩将仇报！哼，是你们自己不好，又因为治理之人太弱小，才会被袁术那种人攻打。一地之主必须强大才行，所以我来治理这片土地。有朝一日，我会打败袁术和曹操，向天下宣告，我才是最强之人。为了显示自身的武艺，就践踏兄长的理想与志向，真是不可饶恕。好啊，你不是厚着脸皮说自己最强吗？我现在就把你的脸皮戳破。二位，请控制一下情绪。吕布军不仅控制了城内，还包围了外侧。如果现在与吕布交战，根本是有勇无谋。吕布大人，我们已经收起了武器，我们想以此表达投降之意。大哥，投降。翼德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是我不想徐州继续卷入战乱。战乱持续越久，百姓的生活就会越加贫困。也为了完成与陶谦大人的约定，我必须避免发生这种情况。明白了，你听见了吧，翼德？可恶！那这关员就结束了。结果咱们又寄人篱下了，真是看吕布的脸色。明明是为了百姓而战，不知怎么又成了为吕布而战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想做的不是这种事儿吧？翼德，住口！你也并非毫无责任。别说了，云长，翼德说的没错。为了拯救眼前之人，我出于这种想法接纳了吕布，但是最终却为徐州招来了无谓的战乱。我到底哪里犯错了？刘备大人，我们接到消息称吕布从下邳出征，直奔这里，目标应该是刘备大人。哎，所以还要再开战一次。进来了，这次我一定要彻底打垮他。且慢，从下邳前往小沛时，我方有大量兵马都被带走了，势单力薄的与吕布军正面抗衡，恐怕也是毫无胜算。那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？难道让我们在这里坐以待毙吗？刘备大人，许昌传来急报。许昌？曹操发来的吗？是什么内容？报告，曹操称只要您能从小沛转移至许昌，他就能保护刘备大人。啊？谁会相信那种家伙？他可是攻打过徐州的人呐。这肯定是个陷阱，别搭理他。大哥，立即转告，我们现在就前往许昌。是。喂，你没事吧，大哥？正如云长所说，现在我们毫无胜算，所以还是不开干。要脱离这一困境，就只能相信曹操的提议了。明白了，那么就用我的利刃为兄长杀出一条血路吧。既然大哥相信他，我也只有照办了。我们直奔许昌。云长，翼德，请原谅我这个居无定所的无用之人，但是我不会就此了此残生，因为我还有必须要完成的事业。对，还有吗？还有哎！哇哦，还这么多，这关也真长。我们现在无法战胜吕布军，
云长，翼德，前往曹操大人所在的许昌吧。分布各地的友军正在与吕布军交战，尽可能在前进的同时前往营救吧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优势在我们这边，让刘备军葬身于此吧。马真的是难叫过啊。大家一定要顶住吕布军，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座城。放，怎么可能？看这里最强的我们竟会被压制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看招，看招，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看招！可恶，是怎么回事？刘备军更胜一筹啊！来一个，敌将已被我击败。这样，干得漂亮，云长。这里啊，看招！吕布也冲过来了。不管了，没有任务我就不管他。凭借策略一举解决战斗吧。竟能超越最强的我军，这就是天外有天吗？最强个屁呀、啊！和那些大众。关云长，对，算就是。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干得好啊！二哥果然厉害。好吗？看招！看招！好，我跟乔信也是要打好多次。可恶，我失策了，刘备军居然会如此顽强抵抗。哎，乔信，看招！看招！可恶！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这真是厉害啊！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打完了。这就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呐！看来是我太小看刘备他们了。我关云长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干得漂亮，云长。好了没，好了没，就完了，下一个嘞。云长破救助百姓在路上。哎、欸，还有、欸，先回去。
留在哪？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哎呀呀！现在来下邳有何贵干？居然弄错自己的容身之地，真是无言以对。张飞也来得蛮快的。跳上去。无名小卒又回来了。城池是我的。我出去吧。又是吕布。凭借策略一举解决战斗吧。搞这种小动作。看这儿。干得好啊。二哥果然厉害。赢了我也活不回这座城池，因为城内已经布满了我们的兵马。好事，休想得逞。小民们，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漂亮，云长。好，来。看招！下邳城内有无数兵马，就算将我击倒，不会有什么变化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。对，我也是一个。霸气总裁，先不要打喽！真是强劲的对手，我们是否能够抵挡呢？真是厉害啊！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请你做我陈公台的对手。到底是不是杀状元啊？看不出来。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你在这里，看招！中邪了、哦！看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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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轰下来了！我击败！干得好啊！二哥果然厉害！就算我们倒下了，城内也早在我们掌控之中。事到如今，
直到如今你们什么也做不了了。陈宫，你居然对兄长恩将仇报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恩将仇报？背叛？不不，我们可是为了徐州才起兵的。你们不愿看到吕布大人治理徐州，因此我们才会在你们产生邪念之前展开行动。还请各位老老实。陈宫将军、高顺将军、藏霸将军都倒下了，我们根本无法统帅余下的士兵啊。可恶，现在再怎么哀叹也没有用。哎，可以打完了。先调回一些人来防守下邳吧。我关云长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干得漂亮，云长。呀，四千子。云长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啊。好啊，击败袁术。为什么你们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来截断援军的？哦，大人传来消息，请求派兵支援下邳。陈宫大人、高顺大人、桑霸大人已经全部败走。虽然想去救援，但是我必须守卫许昌。有没有人能增援下邳？好，现在就能展开防御态势。哎，不能瞬移。哎，好吧，就到这里好了。这边最近的。我关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，真是厉害啊！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自己在打仗不错，哎呦喂！哦，抽比较快哦，敢录用。
要搞什么地标该找？没有。防御阵型，啊，又没力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冲！我们要在这座村子迎击刘备军，胆敢阻碍之人，一律处死，包括百姓。啊！不要在这种地方战斗啊！谁来？谁来帮帮我们？事出紧急，但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，还请其他将士帮忙确认袁术大人是否安好。三个套皮相，死在关羽刀下。还有一个，我关云长只会为了贯彻仁义而前进。他跑掉了，干得漂亮，云长。干得好啊，二哥果然厉害。哇，太谢谢了，真不愧是刘备大人的军队。哎，这哥哥跑掉了。OK， 最后一关啦，开始了。第五次对，对，第四次对张良。要想通过这里，就要先越过我。才一个人而已。张文远，前来参战。看招！看招！看招！您的气势，任谁也无法阻挡。看招！看招！看招！居然收拾不下了。一群狂妄之徒，看招！我来解决你们。看招！云
步，要就来啊！向我全部的策略吧！我到了蝼蚁之辈。去看招！不被给投了，你不答应，非常抱歉。不可能，居然会输！去！韩思路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你们就死定了！爽啊！砍死了吧！赞！兄长，总算顺利逃脱了。接下来只要进入许昌就可以了。不过，曹操大人为何会邀请我呢？虽然现在只能依赖于他的招抚。不是我丢了下邳，就不会有这种事。其实啊，埋太监。欢迎来到许昌，看来我的口信已经切实传达了。你是？啊，失礼了。我名叫郭奉孝，现在是曹操大人的军师。说吧，叫我们到这里来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曹操大人向来深谋远虑，应该不是单纯的想从吕布手中救出我们。各位真是疑心重啊，其实不必如此戒备，首先休整一下战斗的疲倦吧。晚上我们会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。Party，Let's Party。在此，听说他有事想和你单独聊聊。曹操大人找我吗？哎，这麻烦嘞，感冒声音都出不太来，还要一直咳嗽跟擤鼻涕。曹操大人，你究竟为什么如此厚待于我？毕竟刘备过往曾经与你为敌。我当时是和陶谦作战，对你并无恨意。假设敌对者全都要杀掉，天下就没有人了。如果那人是个人才，就更加可惜。然而如果你是与我一样的英雄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失礼莫怪。英雄二字，我到那个下面去。你看看我，一声雷震都让我吓了一跳。哼，刘备，我知道。你我心中都有自己的目标。曹操对咱们的款待简直热情的吓人，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我也想不明白，本以为他是想与我们共同征讨吕布，但是似乎并非如此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要是大哥想当那家伙的手下，我也跟着大哥。不，虽然我们现在接受了他的庇护，但是我不打算一直这样。曹操大人对我十分提防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会把我视为敌人。现在满脸堆笑，一旦拉拢不了就下杀手是吧？切，还真像曹操的作风。既然如此，
就必须尽快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接下来吗？这样，不过我打算暂时留在这里观察世间的形势，为了找出我要走的道路。看来该是结束了吧？这结束了，走了。紫张翔、徐楚、周汉、孙策，哎，唱武器了。哎。好，成功果然不是大重点。啊，结束了。